然后呢？就只是想哭而已。然后呢？真的不是臣妾，臣妾还没来得及下山。开了。哎呦，不要！知道了。本宫和你擅自下手。咱们知道那子没嘛？看我！他责我！我不要。他责我！算了，算了，我才他另外一边。要说的吧？你站在大马路。就只是想哭啊。然后呢？就只是想哭而已。然后呢？他我说出话。什么说出话？人家那些叫这么吵，咱俩被他骂一个。说出话。说什么？说出话。妈妈只是去大便而已。我不能哭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可以？好好说话才可以。对不起。然后呢？对不起。然后呢？我下次不会。然后呢？下次不会这样乱哭。人家是，明明就是这么吵，站着。对不起。又比较胆怯。他说不出话。你要跟他讲说要说什么啊？你要告诉他。他说什么？对啊，我要说什么？我要说什么？我要说什么？你再突就用鞋子打，就用扫把打你。好，我不会哭了。要怎么打？可以吗？你还在哭？我没有哭。还在哭？说句话。我没有哭。还在哭？没哭。在哭。他哭去吗？他？去哪里？好歹。我不去。吃饭了，再见。再见。他说十分钟快去。我不会哭了。来，还在哭。来来来，老大，不是的，都去。这样，吃饭了，不能到。再走，站好。十分。老妈她还看时钟，看时钟才怪。十分钟到就不能离开。十分钟到也不能离开。站着。啊？站着，不要坐着。站着。哎呦，不要。站。我不要。来来
掉。不能碰吗？不行。哦，那我要站多久？十分钟和久。你要洗？你的饭要多久？饭要吃多久？十分钟啊！十分钟没吃完就被骂了。我不要。赶快去坐着吃。真的？什么啦？有用心，回来站。用心，给我坐下吃你的饭。吃啦，知道。打饭真的很不端哎。打外食啊？真的不端。那你要乖一点啊。十分钟哦。不叫。你自己就。